教育资料馆所主办的一百年度全国优良教育影片比赛，这次在台北教育大学新台举办颁奖典礼。在来自全国真多优秀影片的竞争之下，本集团依然展现出相当优秀的成果。没错，非常恭喜我们中国有线电视公司得奖，恭喜您！好，那么锦宵，接着呢，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得奖作品是。由本集团所属的婚礼新闻中心所制作的阿宽社区第一站，或者是南投新闻中心所制作的庆海幸福，拢得到评审高度的肯定。另外，对着登记以来用心完整记录电影的同仁来讲，是一大鼓励。彩虹下的幸福又荣获了教育部一百年的优良影片。真的是公司里面的骄傲哈，我们非常谢谢同仁们非常努力辛勤哈，这过程当中呢，对这个地区弱势文化的关怀，对这一个多元文化的发展呢，尽了全力哈。那希望也借着我们这样对社会里面的这个关心啊，然后可以拉近我们跟民众的距离，也可以让这个社会上的大众呢，能够知道许多角落呢发生了许多这一个感人的许多故事。集团副董事长兼执行长表示，不管是对着弱势民众的关怀，或者是记录社区居民的同心协力，都透过镜头一一来呈现。当然，再次受到肯定，让本台有更大的动力继续过来制作更加多、更加好的优质节目。一回馈乡亲登记以来对着阮的支持。南投新闻综合报道。